我来，我今是江龙人呢。你讲啥？哎，哦，头拄是你救我是不是？不错，是我救你。这么厉害哦！红山金刚，我看你点在厝底，到底发生何事嘞？头拄我有一个人，怪，不晓怪的人呢。原来如此啊！厝底真危险，你快回家里去。好，我来，等来听哦。 你应该解救我，所以你请我无用，我要来去走啊！别好请听上帝，好不好？今天暗无头，会当救你，我叫会当对你。啊，那你的意思嘞？分明出四两枪。
往前西边所在，我三声，我西北方厝里我会出现。我了解了，伊哩讲是。